是吧？我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，你们抓紧时间，赶紧扎脚。不行，这是爷们的事儿，你不能去。放心，用氧成子，我是不可能让你去冒险的。急救师，我的眼睛，交给他们，神经！ 刘边军，他说他是咱们要找的资金换。停止射击！快，嘿！只要你们停止射击，我就跟你们走。资金换。
我们要把白鹿飞车交换，怎么不能上当啊？发射停火信号弹，让他们停止射击！快，快，发射停火信号弹！ 画面上的这个女人，就是我们要找的紫荆花。天快亮了，如果他们还不动手炸桥，马上干掉他们。 姐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你不能去。他们要抓的人是我，所以玉珠，蚂蚁行动事关太行山的生死存亡，我们必须得活下去，才可以摧毁鬼子的阴谋。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姐，如果我不出去的话，一个也活不下来。姐，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。 那我跟你去，我也跟你去。我也跟你去，都别吵吵。李大夫这么做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活下来，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，我们必须留在这儿见机行事。